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想要盛大举办，想要争取到重要人物对台湾的支持，已经落为一场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友华。台湾最近在为一件事情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就是台湾的官方突然发布一则新闻，说美日哈等国对于赖清德的就职不赏脸，是不实的叙述。那当然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了啊，我已经讲过了，因为我对日本比较熟，我的日本朋友也比较多，他们是跟我讲日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啊，日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没有来，他来的团虽然人数很多，但是有一些啊，有一些是台湾主动邀请的，那至于重量级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到场，像麻生太郎啊，像过去哈、啊，像过去的日本首相啊，那些还有包含他的内阁官房长官，曾经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到场。赖清德不是说他跟日本的关系很好吗？他跟安倍家族的关系也很好吗？但是事实上日本的代表团来，可以这么说，人数不少，130多个，但是真正重量级的没有几个。那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美国，美国也有参众议员要来，当然是以众议员为主，但是我在这里我特别提醒筹备委员会，赖清德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啊，曾经说过要来台湾的三个大咖，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莉，各位去看看跟特朗普竞争的那位女大使一再说她会来台湾看看，那520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啊，况且共和党的初选也结束了，她怎么没来？那再来一个，一直讲要到台湾来，甚至于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她说台湾非常重要的，他会来台湾的，德桑提斯，美国佛州州长输给特朗普，名次排名第二的德桑提斯输给特朗普的，共和党的，请问他来不来？还有一个，啊，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院长，而后又下台的麦卡锡，曾经会见蔡英文的麦卡锡，前众议院的院长，你麦卡锡不是说他要亲自来台湾吗？在2024年4月，他说他要亲自来台湾吗？那这些人请问一再表示要来台湾，520是最好的日子，一方面可以见蔡英文，一方面他又可以见赖清德，不是一举两得吗？那请问一下他们来不来，他们来不来，台湾有没有邀请，他们来不来？这个就显然可以这么说，就职筹备委员会他们都心里都有数，这些大咖是不会到的，好，跟陈水扁就职跟蔡英文就职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过去还有一些所谓的重量级的人来到台湾，这次通通都是轻量级跟羽量级。各位哈，打过拳击赛的都知道拳击是以体重为主，以体重为主，那这些重量级的没一个到，但是轻量级跟羽量级的有人来，这就是显示了不赏脸嘛？难道台湾没有邀请吗？台湾一定会邀请，除非就职筹备会失职，否则这一些人现在因为初选已经结束了，况且日本美国都在假期的期间，那请问一下重量级的为什么不来？好，或者日本首相具有代表性的啊，像包含麻生太郎等人啊，
菅义伟等人，他们有没有来？他们通通不来。那平常他们到台湾在大选提名期间，他们都有来，现在为什么不来？就是不赏脸嘛。难道台湾没有邀请？我才不相信呢。台湾都有邀请。然而我们必须要讲，这一次赖清德的就职，连蓝营跟白营都未必捧场，你怎么去说服美国朋友跟日本朋友或者其他国家的朋友你们来参加呢？过去哈，过去我也曾经接待过哈，所谓的美国在野党派的某一些人物，像好比说现在副国务卿 Campbell， 他们这些人我们过去都曾经接待过，但是呢，虽然他们在朝不见得会到台湾，但是在野的像包含曾经担任过东亚驻青的这些人，你不会邀请吗？或者已经到智库任职的过去共和党的高官，或者民主党的高官，或者是民主党共和党现任的州长，还有现任的市长，你会不会邀请？当然会。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想要盛大举办，想要争取到重要人物对台湾的支持，已经落为一场空。